不要弄那个时钟了，你不要那个啦。小飞，快点啊！你怕什么？终于坐回驾驶位了。对啊，这次应该不会爆胎。对，我们现在要往力宝乐园。哇，这摩天轮100公尺处哪里？到了，到了，到了。哦，我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很魔哈、哦。很魔。啊，很天哦。找的是我的新年礼物。你有什么好新年礼物？你看这个很涂装很漂亮哦。不要了，带回去好浪费。超漂亮的，很占空间。不会，你放哪里？我有车库。铺床吗？可以听到哦，也听到演唱会的声音。对啊，这样就有感觉了。好，可以了。还说睡觉也可以。我们这是妈妈的菜。哇，好宽敞啊！哇，可以看到摩天轮，摩天轮。好，今天就在这边跨年。在。酷吧？在露营车跨年才酷呢。VIP 吗？啊，在哪？那个 VIP 可以看摩天轮。好近哦。我入跨年的时候，睡到明年吧。等一下，我们这样就可以看烟火了。一桶满满的零食。为什么那么像垃圾桶？过年前把这些零食吃完哦。啊，我还有一个零食。你说你偷藏一个什么？我藏超多零食的，我是为了世界末日在准备的。怎么又是金针菇？又是你？上次不是？那是我们的泡茶区。啊，泡个咖啡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来煮个咖啡。有蒜头？不要。哼，你还真挑食。哎耶，我找到我的那个了。躲防轰动专用的。太夸张。海苔。香菇干。那是泡茶专用。你要泡茶吗？我不要。哦，煮热水，煮热水，喝咖啡。你看多少零食要吃完？太可怕了。行，过年前把它吃完，等烟火。哎，这吃完刚好可以倒数。摩天轮很漂亮哈。Baby。嘿。新年快乐。新年快乐。以前我们都会自己带豆子出来磨。哎，很久以前。卖家搞干，我觉得现在出来玩就是要方便。
手还没好，打不开，我可能真的需要继续复健。跨年前认真读书啊？嗯，他们是在读书吗？他们现在哪里在读书？他们看漫画。漫画也是书啊。欣赏美学，并认识多的新文字。我在看那个纸和汉英。这样以后阅读测验的能力就会变强。耶、啊。嗯。什么时候有这个道理、啊？嗯，白氏定理。新年新希望是什么？妈妈变年轻。姐姐，新年新希望是什么？想不起来。小飞，快过来。小飞，快点啊！你怕什么？三、二、一。练习路边停车，停得进去吗？哎呦喂，我要去钣金了！先这倒车入库吧，下车下车！啊！笑死我了！哎呀，这车停进去的，还有这样停的哦！哇塞，你好强哦！这车子压力小了。小月来了，妈妈爸爸，不要，救命！爸比，车子开前面一点。那我先。现在前面没有车子。那我先穿好裤子。哎呦，哇，帅哥穿裤子哎，好有心哎。昨天买的新裤子，很好看。我可以穿情侣装。哎呦，有帅哦！来戴我的新年墨镜。哇塞，你是要去相亲哦？是。好啦，快点司机开车。好痛，痛到手。说错话了吧？好痛。很痛哦。嗯，又这只手指头没有功能，怎么办呢？去复健，去复健。嗯，我复健六次。下车。今天蛮热的。快哦！走喽，走喽。一结账。真的是哦，那小孩子。不行啊。
保持年轻的方法。三月的生日。啊？这个。我只是买台货车而已。白天跟黑夜感觉不一样。今年第一次开这台车，爽完了，赶作业。加油加油！赶快写写，我们晚上再去玩。好。妈咪，妈咪脸要绿。赶快写写啊，晚上要去玩哦。不要再玩了啦。哦。